Alex 今年只有26岁，却已经学了20年的魔术。经验老道的 Alex 不单在台上的表演了得，就算是一对一和您做近距离的互动，也难不倒他。今天他便受邀为一间酒吧的顾客表演近距离魔术。Alex 说，他现在已经不常表演近距离魔术了，但是在20年前，就是这些小把戏开始了他的魔术历程。